相拥多一刹，能联系多一刻也必杀。你真系唔使指我输啊！你黐线嘅，唔知啊，呢个真系答唔到啊！太多女啦。Hello， 女人我最大嘅观众，大家好，我系洪九。今日都准备咗小游戏同嘉豪玩嘅，主要咧就系考你咧对自己嘅 MV 到底熟唔熟悉。答错一题系即刻入情神，一定得，因为太辛苦啦拍 MV， 好深刻。哇！唔好偷睇，估唔到啊已经。投降输一半，我美姐最真噶啦。进入我哋嘅第一题啦，得等。黑玻璃系啱嘅。你真系唔使指我输啊！第二题，黐线。短头发嘅女仔扎辫，唔会系污糟而唔会系还原女，唔会系逆时车站。太多女啦。咁唔会系及时人落，如果光环。冇错啦，就系只要你不尴尬。好尴尬啊！加油啊！下题。My Secret Park， 花花草草啊。群众爱我多几百。难到啊 ，Yanny。二啊二啊呢条，黐线嘅，呢个系我噶，全部都系你噶，唔知啊，呢个真系答唔到啊。关于车嘅，出晒面啦，睇到逆时车站 ，yes， 咁样逆时车站啊，有草嘅咩嗰架车？联系多一刻也别生，系有草嘅嗰架车。可相拥多一刹，能联系多一刻也别生。最后一题啦。我認得拜託啊，赤腳行啊嘛，呢一幕應該係今天不要再煩我，拜託拜託。今天不要再煩我，拜託拜託。非常之好啊，咁恭喜嘉豪啦，今日可以正式進入我哋嘅情緒環節。嚟啊！你要微苦定係很苦？梗係最苦啦，呢個係咩嘢㗎？但係黃連，我想試下黃連啊，黃連見得多。嚇？嚇？好苦咩？真係幾好飲喎！最後，嘉豪有冇啲咩同我哋澳門嘅院友講呢？澳門嘅院友又好，朋友又好，10月19日咧，我開演唱會啦，第一次嚟到澳門開。如果大家聽過我嘅歌，又未見過我，買張飛支持一下，到時見。